南韓農林畜產食品部通報，京畿道同全羅北道有城市爆發 H5N8 禽流感。另外，世衛通報，英國北約克郡、越南慶和省都分別爆發 H5N1 同 H5N6 禽流感。食安中心宣布即時指示業界暫停在上述地區進口雞蛋同禽肉等嘅產品。